各位队长请注意，接下来队长们将拥有一个全新的权利。直到三位队长每人都听完所有创作人的歌。太残忍了，到最后一刻谁都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们的赛制真的是出其不意啊。天哪，不会告诉我们的呀？我倒是想知道哟。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会聊。完蛋了，这个主他们都好厉害呀。突然一下说新赛制公布，周围一下就安静了，真的很刺激。不知道谁会被叫上去，很吓人。没关系，我还有个，我会唱到最后一滴血干为止。我要赢，不管是谁就叫到我，我也不怕。蛮刺激的，刚好有一些音乐人他们有了让我更好奇的地方对他们。我听到台下的音乐人都说好，这个是公平的。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多听和多给我些空间去更慎重的做决定，为什么不呢？其实因为我心中有几个是我觉得我昨天有一点点冲动，我可能会把它听好。